我会满足千玺的一个愿望，他自己可能都忘了。妈呀！你记不记得你刚考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在微博上跟你互动，然后你说希望有一天那个何老师穿上校服，咱们两个合拍。我有一套，我今天带了两套，我们可以换上这个衣服。当年的心愿，酷酷酷！那我去换了啊。好。咋回事？你们这校服谁发的？哦，你们是同学。我们什么叫同学？校友。哦，你们是校友哎。我们是同学。哇，就是你们这样穿着校服是同学，我真的可以相信，是不是？是是，真是。快快快，在这边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在那个台阶那坐着拍，好不好？好棒！耶！当年的心愿，酷不酷？你说希望有一天穿上校服，咱们两个合拍。